我是吴继兴哈，我们现在在做第三节哈，关于台湾文学的探讨哈。但在我们前面第一集、第二集上面，我们都有说到哈，中华民主义台湾，还有提到马克思哈，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哈。我们当然是非常愿意哈，再一次把1844年哈《经济哲学手稿》哈里面提到关于货币的问题哈。他这边对货币是，就是一种负面的描述嘛，哈啊，你可爱的杀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开，你灿烂的肩部，坚固的纯洁的温床，你勇敢的马尔斯，你永远年轻少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你的容颜可以融化的戴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娇妻，仇敌互相亲吻。为了不同命令，你会说任何的方言。你动人心坎的食物啊，你的那些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快快用你的法律让他们互相砍杀，留下这个世界让来给兽类统治吧。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为了理解它，我们首先从解释歌德那几句诗行去开始。所以对于莎士比亚强调货币的两个特性，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的人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他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娇妻。第二，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让对货币哈这么严厉的谴责哈，主要是货币它非常厉害哈，就是说这是货币，但是马克思时代哈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哈还太过肤浅哈。就资本主义的社会哦，它对于资源哈无限制使用，而且它对于环境哈污染还有全球气候变迁哈，造成的巨大破坏，还有就是人类哈贫穷跟富裕两极化情况非常严重哈，所以这是几乎是非常难哈，比马克思时代哈要处理的问题更困难多了哈。马克思只是认为这个货币好不好，现在是遇到问题是说人类会不会未来哈没有办法活哈。不是说你有钱的人活，也是全世界的人哈，未来要怎么办？但方敏在在左翼台湾的探讨中哈，我们有注意到他有提到哈，他有提到左翼的传统哈，一个就是他们对马克思哈没有什么时间了解，他提到的几个作家像杨逵、吴欣荣、吕赫若哈，这都是左翼文学哈里面非常了不起。他主要特色还是反帝哈，反殖民地，就是他们反帝国主义，也是反殖民地哈。他们也是反对种族歧视跟性别歧视，还有阴性化台湾人哈，这就是台湾人自我认同的追寻哈。我们对台湾人哈自我认同哦，很多人都花了，从年轻时候就花了一辈子在努力哈，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哈，是非常不容易啊。郑南榕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杨逵的夜宿哦，他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哦观点，就无产阶级哦在一起。啊，杨逵说哦，不错，日本的工人大多数就像田中君一样，待人很和气，没有什么优越感哈。日本的工人也反对日本政府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哈。就这个是杨逵写的哈，所以他们是非常伟大的国际哈劳工哈国际劳工路线哈，在我们台湾哈。21世纪20年代，我们由去年跟今年有看到我们台湾很多劳工哈，团体到日本去访问，也受到日本的劳工团体哈热烈友情的支持。包括我们台湾劳工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哈，也去香港的很多工会哈、职工联盟哈，还有像港龙航空公司的工会哈，去赞助哈，尤其是我们了不起的长荣工会哈，还有空员工会，然后港龙工会哈，跟那个香港那个工会哈，也来台湾访问哈，
这是非常好的一左派的情况哦，大家都想不到。那吴兴隆的句子哦，写得也非常好哦。环到故乡的河流是我身上的脉动，它激荡着我的热情，使我永远讴歌诗篇。难得春季我归乡的时候，我必不忘访问这条河流。哦，河流对台湾人来说是太多了，像我小时候住宜兰河旁边哈，宜兰河。这样就在我的脑海中嘛。那现在我住在景美溪旁边哈，也是每天都看到景美溪嘛哈。像写的非常好哈，吴兴隆他的句子哦，造型非常好。被暮色包围的村落是我梦的故乡，堡垒就在那不远的地方，竹丛的梢间可以见到，那诉说历史与传统的满台壁上，炮眼已经崩殄。啊，从前我祖先死守的村庄，像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的农村哦，变化非常大哈。因为像我宜兰，我们小时候都是，农舍哈，到处都是农舍跟竹林哈。现在高速公路哈，把宜兰东西两部哦分开，所以很多的家哦都把竹篱笆、竹林撤掉了哈。然后你要看老房子哦。都是很少很少了哈，大家都喜欢盖新式的大楼哈。然后这边他也提到吴浊流，吴浊流的小说哈，写的《雅西亚的孤儿》，非常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嘛哈。吴浊流他们那个时代哈，真的是文人都是旁征博引了哈。我们还有看到叶思陶哈，也提到这种两种意志教育哈。就是台民众只是为了求学就业的方便而被迫接受而已嘛，哈。自年少以来，作为文学作家的叶石涛，通过自传体作品的书写，才好容易达到的主体重建的目标。可见哦，这个，就是论述中的主体哦，是非常难哈。就像我们了解，像傅科说的，就是。像主客不通以后主客哲学不通以后，重新自我建立的一个主体非常不容易哦。像叶思陶也是哦，钟兆镇也是，钟兆镇他们努力非常惊人那《台湾诗选》这本书《台湾诗选》台湾诗选我以前就读过，他列的作家非常多，像徐慧芝他们也是很有名管官啊，余光中季璇、张彬。周梦蝶杨华当然不用说，杨华我们已经提到她这个女工了女工悲曲女工悲曲在台语文学上面有特别练我看看台语文学台语诗这本林阳明编的台语诗，台语诗里面有很多大家都想不到的人会出现但是说像很多书籍都喜欢选都喜欢选杨华的黑潮嘛。像大家知道318学生运动他的书首页就是写杨华的清朝跟黑潮嘛，还是台湾的黑潮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天文学跟海洋的奇景嘛所以但是说就是说我们讨论到奇异点或马克思的。理论的时候，我们觉得货币不能说是太过独断你货币太独断，你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或遇到贫穷状况，像中国大陆这次那个新冠病毒的时候，武汉那个一定是整个社会跟国家力量下去救了，那个完全跟人家谈钱是绝对说不通的你那个医院要花多少钱？那个。军队那个飞机飞来飞去药品到处专门工厂征用，在制造药品、制造口罩那些东西，根本都不算钱的。像台湾也是一样啊，你看那口罩，两个卖10块钱，都是整个国家社会在出力嘛，一下600亿台币去补助一些行业没有钱的行业，所以你共悲曲心兮兮，凤兮兮，清凄的月光照着你。稍稍早面，掀开目睭，
星期四，风细细，星期一，伊讲照照伊，笑笑面，放开目睭，敢是天公时，就是讲说太阳升起的感觉嘛，哈。这时候就是上工的时候，要赶快穿寒衣，走走走，赶到纺织工厂去，哈。铁门锁该该不得入去，哈。不知受的月光期，这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哈，上学的时候天刚亮哈，就跑去上学，就是台湾这辛勤的劳工跟学生都这样哈，你去工厂上班也是一样哈，一早就要起来，就是杨华写的《女工悲曲》哈，就说我们反对异化论是希望劳工能够有适当的休息哈，适当睡眠。现在在台湾，我们要求的就是能够最起码88制哈工时，然后能够每周最起码能够休息一天哈，这是非常卑微的要求哈。这台语诗哈，现在研究的非常好，台湾的文学丛刊哈，我记得真理大学有一本台湾文学的期刊哦，他研究的很仔细哈，他的台语文哈可以练得很好。那我们钟理和这散文选哈，钟理和他写的自传体的文字非常多哈，不管是他写的散文或什么，有一种会诉说非常大的真实性。这本书的话，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听见山海的歌声》哈，这台湾原住民作家速写哈，这本让我们看见识到一些台湾的新锐作家哈，新锐作家。哦，台湾原住民说，自在烂漫的阿美族作家，细腻烂漫的台湾族作家，独立个性的泰雅族作家，低调幽默的布农族作家，徐艺华文的卑南族作家，深邃诗意的卢凯族作家，沉潜于内在的周族作家，神秘隐身的塞夏族作家，情深未海的达悟作家。哦，这个夏曼兰博安，哦，大家都很多人都认识他，哦，还有夏本齐博爱，星星证明的原住民作家，守护维火的平埔作家，哦，那我们透过都是马月比火，哦，他们在凯道马月比火阿布还有阿布，哦，还有巴奈，哦，他们在展现台湾的歌曲哈，还有台湾原住民的文学文化哈，包括唱歌、舞蹈哈，还有论说哈，欸，他们在凯道已经抗议1000多天哈，所以我有幸哦，有机会哦，才大量接触过哈他们的演讲哈。但我们这边哈，可以稍微看一下哈，看一下哈，像利格拉勒阿乌哈。他写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感人哦，我以前有看过人家介绍过哈，哦，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红嘴巴的呜呜，木栗蛋部落手札，故事地图哈，哦，他得过奈何文学奖哈，哦，我们还可以稍微翻到一下哈，林志兴哈，林志兴他写的哈，平林的传统，老爸爸爸操一口流利的东京腔，妈妈最爱河湖的姑娘，而他们说我像个北平郎，于是骄傲常挂我脸庞，快乐的妈妈为什么蹲在幽冷的屋角，不说也不唱，妈。木木悠悠地哀说，是我老眼昏花了吧，在你们身上看不到祖先的模样，是我双耳会聋了吧，听不懂你们口中嗡嗡的雨声，我才惶惶惊觉，身在希望的台湾，长在无望的山地。这是林志兴的槟榔诗稿。所以马月比火他们建立一个阿美幼稚园，哦，说母语的小学啊，这是非常了不起哈，在台湾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哈，能够这么大的努力哈，有一个幼稚园，以后会有一个阿美语的国小哈，平安妈妈哈，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哈。
我们都觉得，非常荣幸哈。所以下一集的话，我们会从这个原住民作家开始说起哈，然后再说一下水里跟海洋作坊哈。谢谢大家，这是第三集哈。